Cascada 的隔热顶棚，开启时间为17秒。顶棚可以在行驶的时候开闭，只要时速不超过31英里就可以。这其实让女孩子觉得蛮贴心，有时候想要兜风打开了顶棚，但是偶尔路过特别脏或者治安特别差的街区，不用停车就可以把顶棚关上。我们现在正以大约60迈的速度行驶，车内结构设计把空调送出的暖风都留在了我身边，外面的冷风基本挡在了车外，可调控的加热座椅正在努力地为我的后背加热，有种在海滩上晒太阳的那种清凉又温暖的感受。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但是我的头发几乎都没有湿，这就是所谓在大雨中奔跑到一定速度衣服就不会湿的原理吗？好神奇哦。